也可以过来阿拉盖过来温家带些，拉巴里布鲁家带去耍带里台湾是拉里布拉过来丹的贵，拉盖过来达拉托萨里西西带些，拉盖过来塔拉盖亚尼尼过来马萨里托拉姆过来给他帮伊面过来去，我是什奈伊尼安过来他马拉西盖亚，拉多鲁带过来给他拉斯阿斯奈西，拉盖因卡带卡吉卡带带乌古带些，拉帮伊面过来去马巴帮阿拉呢带过来个阿巴帮阿拉过来拜些西，拉阿拉盖过来温家。我是那一个的甜蜜蜜心，拉巴一部过来用个，过年也录个了旧当时起来啦，起来个多么，拉过年多来看来古巴过来阿卡贝拉团员呢，拉起道路个说 Vocal Asia 联系，拉个看来各地个带过去，说是那过年，来不是个说历史个给尼伯特看来台东西阿爸帮我拜寿，来不来录部个说台东个是做表演是过年个圣母过年个表演过来看到难难。I think that using arts and music in this case for people who need help i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ays to use music and to play or sing music for. 他们除了自己本身这个医院的医疗的功能之外，那他们可能还负责非常多的偏乡部落里面的老人的他们的可能他们的餐食，然后他们的生计，他们都是用圣母医院的一些相关的延伸的功能在进行的。尼伯特风灾过后之后，他们自己的农田、他们的稻米米仓其实是被摧毁的，那这部分其实需要持续的援助。拉开一个朋友，你也过来，格啥人来给嘛爸爸？该说我可爱想你呢。Kita ini lah gaya kita lepuan kita tanya masuk pada lekuk aku kau bersih daya gak kau ini. Kau kini tera cairan kau akan pelat isu ni ane lah gaya kita buruan kau ini. Lah dahulu kau kita yuran semua kau kita kau siapa duduk. Lah gaya kau unggah sim kau dah. Kita perlu mengajar kepada pelajar. 唱歌给他们机会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多一点自信心，让他们可能看到一些国外的团体或者年纪比他们大的一些professional 的歌者，他们不会觉得退缩，反而是懂得跟他这些人用音乐来做一个交流，做一个对话。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在这次音乐节所达到最大的目的。古拉希瓦呢，拉不该古拉布罗呢，该去音乐会呢是，拉尼亚鲁说这个该去耍了个这个该耍白人该去帮该去电脑。拉个我可爱下呀！拉个闺女，拉在个个他妈人个说他地方是么巴拉龙，来把多来个个勇敢个个旧当年的事，我来去记记，我来背，我来去个二六六的关系，哪里个个他半年的事把六六的关，哪里啊？我该个个十几年事，个个他巴拉来三事，拉闺女们个我拉不个个个故事个，如果个这个关呢，哪里嘛西人是下娃娃。Suriat patlor.